金曲歌王陈奕迅，大家都知道他的歌唱实力非常的深厚。不过呢，他受邀担任大陆选秀节目担任导师，最近演唱他的经典歌曲《十年》，他却好像是故意搞怪，突然来个大走音，让同是导师的周杰伦还有那英当场笑翻。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不止辣拍走音，就连破音也都来了。歌王陈奕迅搞怪自己的经典情歌《十年》，让台下导师周杰伦、那英统统笑翻了。不过歌路一转，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副歌恢复歌王实力，周杰伦立刻按钮冲下来，其他导师那英和刘欢也接连下来。唱完后，陈奕迅还逗趣的自我介绍：我是陈二萌，我今年12岁。装可爱用娃娃音的这番话，让观众和其他老师全都笑翻。要很专心的去走音。我刚是很专心的把那个歌唱出来。陈奕迅坦言唱坏比唱好还要难。其实会有这个桥段，是因为陈奕迅是新加入的导师，他被那英问要不要试试看站在台上感受一下学员唱半天老师死都不冲下来的感觉，要让他感同身受。 TVB 的新闻学校林智慧综合报道。